嗯，这边有花香的，对不对？走，你要去哪里？这边就可以了，这边没坐这边一点点，肉松了呀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嗯，在武林山庄。对，哦，外面农场里面太多了，猫咪对不对？小树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拍小孩子？嗯？好，那个花开的。这是什么？紫藤花。紫藤花。这看的。哎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我也拉不到。它含苞而已，还没有真正的大开啊。人家再过一个月吧。你还指挥妹妹站哪里哦？妹妹有来，我们再站这里。爸爸站这里，你站这里。我要把字挡住，来，快点。对呀、啊，我要笑吗？对，快水八分。哎，你要哇，我没有看镜头啊。过后放地上。好，再来，再来。好。来，爸爸妈妈去找一找。你看，看那个有颜色的，那个。对，就是这里。谢谢你。这蜜蜂吗？哇，这个好大。而且那个放在他的脚那个好大，可爱的小树配上漂亮的。妈妈，今天就由我来摄影吧。哦，也是可以啊。口罩可以先拿下来了。可以帮我拍一张吗，小胡？好吧。那个帅气的，那个。拍到脚了，怎么样？拍到那个。等下快点，再一次，再次。爸爸，你不知道其实有个东西在背包里。小熊猫呀，有地高呀。这一款小樱桃，它以后会变红色的。嗯，这是小鸟最喜欢吃的。这个我们人类没办法吃，太酸。我们大概下个月那个清明节的时候回金瓜石，就可以去捡樱桃了。我需要站在哪边给你拍吗？是我当 model 对不对？好，我可以后面这个樱花吗？然后要有这个区的。OK 的。要长很多头发的才能当 model。是啊。对。我是秃头吗？秃头 model。你说这棵大树呀，要不要装？小妹，你要从这里，还是这里？来，悄悄摸摸的。等一下，这颗不能丢。好啊。尽量不要拍了。
这样可以了吗？啊、哦，好专业！你拍照需要收费吗？不需要，每个月加一元。加一元，那个、加一元。五号领多了一块钱，五号的那个礼拜。看下面。然后被纠正不能看镜头，哎、欸，掉下来。好，那边走过去啦。转过来，不要动。